半场结束，刚才浪投了一个，约内斯库浪投了一个，39-37，落后两分，看看下半场吧，出去买点吃的。免费的擦鞋服务，可以的。Okay, thank you. They're good for those all leather shoes. Uh-huh. Yep. Thank you so much. Thank you. 这是今天的伙食，炸鸡薯条。Uh-huh. Uh-huh. 肌肉上来了，一个挡拆，投好，啊，差一点。好，拿下篮板，打手犯规，可以的，机会是出来了，可惜没投进。没有，哇，这因为那似乎这篮板也是可以啊，这个卡位，做个挡拆，好，中位，抛投，好球。反跑没有成功，传出来打一个挡拆，直接个打，没有篮板保护下来，又一个板，这个约内斯库又要刷三双。哦，三分直接扔了，哦。扔三分，准了就赢，不准就输，都是在和自己战斗。中锋，三分这边没有，没有进，篮板，好，这二连板，哎，不忍啊，还是去抢啊，一直在看。掩护犯规了，哎呀，刚才韩旭进了个球，没有录到。现在两队打得白热化。韩旭这个漏的有点多啊，他不应该补出去的。六号篮下基本投不进的，就造犯规就挺好的。三节比赛结束，韩旭今天是机会。太能刷了，9分7板7助，马上三双了。哎，回赛，哎，又刷一板，好，啊，出界了。还有呢，还有呢。好，韩旭篮板，又一板，哎，篮球，篮球。又刷一板约内斯库，马上三双了，今天又冲着三双去了，你得多两再刷两助攻啊，三分来了，耶、yeah!
三号是有点矮，防守有点吃亏。这个地表最强170，有170吗？小托马斯，我们就称他为小托马斯吧。继续接球，有一手再挡个拆，就空了。星爵，哎呀，这个不传。主报投进来，哎，没有。女篮就是这一点，经常上篮上不进，很像我们平时打球，对吧？要位了，要位了，挡个拆，好球！啊，后仰跳投，这个选择有一点差，两个人了，应该再分回去。投进来，投入。看自由人能不能顶住吧，现在是69-62，还领先7分。啊，这个防守强度上来了。嗯。差点。叫人暂停，我觉得叫人暂停，进攻有点打不开。韩旭这场表现不错的，目前。All right, everything.十分，六板，两助攻，还是不错的。发现了蔡老板。最后5分钟了，又失误。这太简单了。因为那次锅又开始抽了，我感觉。犯规，还是得上韩旭，韩旭有准备上了。还得让韩旭，刚才这个31号篮下上篮没有中，好吧，直接被换下。The Asian Chinese lady is back again. You got a big sport? How much is it? Alright, sis. There we go. When is the World Cup? Tonight. Sabrina, Sabrina. Hey, hey, that's a foul, that's on the wrist. 打到手腕了, that's on the wrist.韩旭今天表现不错啊，快点坐下吧，兄弟，别挡着了，就是我也不好意思站起来。一罚命中，耶！加油！对吧，给球队止血，维持住领先。来，这个肯定没有过。看看吕布里的发挥了，还是要挡拆，还是要挡拆。浪头一个，没有啊，这肯定没有啊。3分钟了，现在70-71。Travel， 三分没有没有，篮板。我的天！
好球，这个上篮。三分，三分，没有篮板，好球，啊！看一下韩旭今天12分，因为那次步12分8板8助，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抓个单双，2分钟一次圆了。现在这个防守强度上来了呀，疯狂包夹，好球啊！对，有点上篮不进，这就有点，对吧？72比73。defense，又被打到内线。帕克还是很厉害的，主力，主力，2+1，74比73。一分，一分，一分，2秒。2分，最后2分钟，可以了，大家都吼起来了。气氛达到了高潮。没怎么上啊，因为天空队的主力帕克和他位和李月竹位置是一样的，所以说李月竹这场没得到什么出场时间，都已经歇凉了，应该这个小棉袄都穿上了，有点可惜啊。就看了大概2到3分钟的中国德比，不过今天韩旭表现还是可以的，看看自由人今天能不能拿下吧。韩旭最后时间也是被换下了场，换上了这个31号龙头，就是非常壮的这个。Let's go, D! 又来了 Sabrina。哇！一分分加，可以防的，不要犯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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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要犯规，不要犯规。No！ 1分分加。Yes！ 丢了一个球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啊！2罚全失，两，这场大啊，还进了一个。你叫的暂停，应该这是最后一个暂停了，最后一个暂停。看一下自由人最后一攻了。打2分就好了。Sabrina， 耶！2+1，老哥都站起来了，棒！
给我一共一分一分一分没有主力球员背身单打没有进，这没办法，对吧？来，维尼，维尼突，耶、yeah! ！现在是82-80。One more。还剩1.8秒，韩旭最后是被放到了场上，就是增加内线高度，别犯规，好吧，别给三分。No three. No foul. 绝杀，脱红衫，特意来看吗？特意来看的吗？啊，李彦如也签了吗？对啊，李彦如也签了。双塔，打双塔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使。谢谢大使。已经工作了，已经工作了，已经工作了。对，专门来看的，今天中国德比，专门来看的。对。今天听说这网上的直播也是。是吗？点击量很大的，对，我们已经开始培养下一代了。加油！
快乐啊！好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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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蔡老板再见，蔡老板。你再等一会儿，我能等得到吗？你看一看吧，说不定他一会儿过来会签，这么多人呢。他说拜拜了，他说拜拜。你下来就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出来了。然后刚才韩旭直接回更衣室了，因为人有点多，所以他就直接走了，也没要到签名，不过还是和他击掌了，所以说还是挺荣幸的。然后这今天视频就这样吧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关注哦，带大家看更多的 WNBA 视频，支持韩旭，好吧，今天就这样，拜拜拜拜。